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娑婆世界四圣地的第二段，苦集圣地。今天从第六句看起，或名决定。那么从六到十，这个五句啊，多半是从业惑上说的啊，或是迷惑啊。经论里面常讲的惑业苦啊，或是无明。业就是分别执着啊，一切的造作。决定这个含义啊，非常之广啊。我们从两种果报上啊来说，诸位就很清楚了。第一个呢是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一桩事情不是阎罗王的事情，阎罗王没有权，也不是上帝，上帝也没有这个权，也不是佛菩萨啊。到底什么人决定了呢？是你自己的业力决定的。佛在经教上啊常常教导我们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一首偈，这四句话说得非常好啊，说的完全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六道的众生都有命运呢。看相算命，你要遇到真正高明的人，看得你一点都不错啊。像袁了凡先生遇到那个孔先生，给他算的终身啊，他自己来验证，果然每一年他的生活状况通通都是命中注定的。功名啊，这是讲的那个时候念书吧，参加考试啊。每一次考试考取第几名，居然都在命里头注定的啊！这我们今天现代人想象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啊！这哪有可能呢？真的命中注定。平常功课很好，老师称赞，同学们敬仰，到考试的时候啊落地
有啊，我念小学的时候，小学毕业，我的名次在很后面了。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很侥幸啊，毕业考试啊，你及格了，你就像跳高啊，跳高那个柱杆的时候，已经在动摇了，没有掉下来啊。那我同班同学有一位曹同文先生，现在在台湾，他是我们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老师赞叹，我们对他都很尊重。小学毕业了。一起去搞考中学，怎么想都没想到，我考中学录取是第十名，这想不到的事情啊！这个曹同学的时候没有录取，这话怎么讲法？那用了凡先生这个说法呢，那是能说得通。你命里没有功名吗？命里有的时候决定有吗？命里无时候他就没有吗？确确实实他的品德他的这个功课我承认他比我好很多，我不如他。但是考试的时候我居然能考到第十名，我自己也想不到他没有考取，这是出乎人意料之外呀！以后他就念一个私立中学这种事情只有这个命相里面呢能够解释得清楚，解释得透彻所以说你这一生拥有多大的财富，你命里决定的。你这一生拥有什么样的学位我们现在讲学位呀，从前人讲功名，现在人讲学位，也是命中注定的你有多大的事业，你这一生当中穷通贵贱全是命注定的所以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要不相信命运，凭着自己妄想胡作妄为，那是什么呢？把你命中的决定呢打折扣了这个我在讲习里头常说常常提醒大家你的福报很大了，由于你的心不正，思想不正，行为不正你所获得的这些财富全是你命里头有的，命里没有偷也偷不来，抢也抢不来，骗也骗不来命里有的用什么样手段他都来，你命里有的但是你用的手段不正当，就把你的福报打对折了。如果心术很不善，那个折扣就打得多了确确实实我们在历史上观察到，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观察到
啊，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只剩下一折了，就是说你命里有一个亿的财富啊，那你今天所拥有的只有一千万啊，那九千万到哪去了？折掉了啊，这是自己造的不善呐。如果自己心行要善，能够舍己为人，能够常常为社会为众生着想，你这个命里头啊它会增长啊。比如说你命里头啊有一个亿的财富，可能会有两个亿的财富啊。所以命虽然有决定呢，决定当中啊念念里头都有加减乘除，这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的，了凡先生恍然大悟啊！啊，戮力断我修善，啊，他的命运转过来了。啊，我们在这私训里面读到的，啊，他每年参加考试，名次提高了。啊，每一年的收入增加了，啊，这个都是跟命里所算注定的不相合了，但是它都是增长，它没有减少，啊，寿命延长了，啊，他寿命53岁，他活到74岁，啊，他也没有求长寿。他说53岁那一年平平安安的度过没事啊。那么他的官爵是在四川一个小县份里面的知县啊，这个命运改过来了啊。他以后做的是宝坻县的知县，宝坻是大县，而且是属于京师所管辖的啊，京师管辖的是特别行政区，就像现在的北京啊，北京市下面有很多县啊，那个比四川省的这个县长身份高多了。啊，所以虽然是决定它能改变呢，改变是谁呢？还是自己啊。所以说是决定增长或者决定折扣折损都是自己决定的，不是别人的啊。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真的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报，那佛菩萨犯法啊？为什么呢？那就像我们世间是贪官一样啊，我贿赂一点，哎，你帮助我，我给你好处，你也给我一点好处。不但佛菩萨不可能，鬼神都不可能啊。《左传》里面说的聪明正直谓之神，中国人对神的这个概念啊，神是聪明正直，绝对不会受贿赂，绝对不会啊这个得别人的好处。神明大公无私啊，你要想贿赂神明，你的罪过大了啊。为什么呢？把神明也看当作贪官污吏，你不这就是侮辱他吗？你侮辱他，他还会保佑你吗？侮辱神明对自己的福德富贵
这个折扣打的就大了。啊，所以佛菩萨教我们啊，断恶修善啊，你的福德决定增长，啊，如果你要作恶，处处啊占别人小便宜，那你的命啊是决定减损，这都自己事情啊。我们把这个道理真的搞通了，搞明白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回头是岸，这个重要啊！啊，个人的财物，你要是用欺瞒之心把它占有了，这个将来要还债的，损自己的福。将来还是要还债啊，因果通三世啊，欠命的还命啊，欠钱的还钱啊，啊，所谓是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啊，这个因缘果报是非常公平啊。你们看看今年一月纽约发生的这个鲤鱼啊，这个昨天呢，平时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很多啊这个资料啊，现在许许多多人呢都在讨论啊，好像是个很热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鱼说话了，生前喜欢买鱼，啊，做成这鱼的这些视频，啊，他常常送给别人，啊，帮助一些穷苦的人，他自己还要堕这个贪，还要还债呀，啊，死了之后没有多久啊，他就变成鱼身了。那在我们学佛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他堕鱼身被人杀了。杀了之后再投胎又堕鱼身，他杀多少条鱼他就要变多少次的鱼被人家杀，就这么道理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敢杀生吗？知道杀生是自杀了，是杀自己啊。啊，吃肉是吃自己，不是吃别人啊！啊，那么这些话，只有虔诚的佛门弟子，对于经教有相当契入，你才会相信。一般人不相信啊！啊，到国报现前的时候了。来不及了啊，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欠过人的是还过人，还比较容易。如果欠团体的呢，这个麻烦大了。为什么呢？团体里面的主人多啊，你比如说现在许许多多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漏税这可不得了啊！啊，
税是什么？是国家的收入啊。国家的这个税收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纳税。那你要是偷税，就是说要占国家的便宜。啊，占国家的这个财物，这个还债将来就麻烦了。还债说，你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多少人纳税？那些人通通是你的债主，你麻烦就大了。啊，那么香港这是个特别行政区，它的财政独立，政府一切设施，你要去是违法，啊，偷他的，啊，这个我们家最常见的一桩事情是，就是这个公家设施的这些电话这东西。啊，在从前都是投铜钱呢，就能通话了，啊，你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一样能叫他通话，你可以不付钱，你这就是偷公家的，啊，偷公家的呢，将来还债的时候，香港有多少市民，这些市民通通是你的债主，就麻烦大了。如果一个国家大，人口多了，更不得了了。你像中国十几亿人，啊，你要偷公共设施，那你债主就十几亿人，你永远还不清啊！啊，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最大的债主是什么呢？是佛门。啊，佛教里面所有一切设施。是四众发心呢来供养的，这个因果《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一个人造作无逆十恶，佛都能够救他，唯有道常住无，一切祝福都没有办法救你。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道场是通十方，不是一个地球。啊，变法界、虚空界，它是相通的。啊，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那债主在哪些是债主呢？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佛门四众弟子都是你的债主，所以佛不能救啊！这个数量是没有边际啊，数不清的啊！啊，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仅因为道场小。啊，没有常常提醒大家了，这高度警觉。那我们在这个新加坡的居士里，在新加坡净宗学会，你们会常常看到，他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一段经文揭露下来，印成条幅，连电梯口都贴，让你处处看到这个道常住无，那个罪过是阿鼻地狱。诸佛菩萨都救不了你，啊，到多少呢？到一文钱，啊，在现在一文没有了，啊，你偷到一块钱，偷到一毛钱，那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啊，因为他接罪是跟变法界、虚空界来接罪。所以佛门容易修复，也非常容易造业。啊，佛门里面修复，
古今中外，帝王将相，他有那么大的福报，都在佛门修的。所以佛常常教我们呢，修财布施得财富啊，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布施不论多少，你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有一个很贫穷的女孩子，到寺庙里面呢，那个时候恭恭敬敬的布施两文钱，这个两文钱呢，现在人没有这个观念，大概现在人还有这一块这个一角一分还有这个观念我这个年龄这个观念就有了。我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我们乡下还用铜钱，清朝时候的铜钱，就当中有个方洞，那个铜钱叫一文一分钱可以换几文呢？大概是三文因为一毛钱呢换三十个那个铜板，一毛钱换三十个铜板一毛是十分嘛，那一分呢就换三文，就是那个带动的那个铜钱三文。换一句话说，他这个两文钱去布施供养不到一分钱呢，一分钱是三文呢他得的那个福报以后做了皇妃呀你看他布施的时候，这个寺庙里面住持老和尚亲自来给他祝福给他回向祝福他，他到以后做了王妃了又经过这个寺庙了，他想起来从前他在这个寺庙里面曾经修过布施供养这一次看到了这王妃发达了送上黄金千两来供养这个道场老和尚叫他的徒弟给他回向，他就觉得非常奇怪，我从前两文钱老和尚亲自给我回向，今天我供养黄金千两怎么派个徒弟来给我回向，就找老和尚理论，老和尚就说了，你以前那两分钱你的心真诚今天你虽然供养黄金千两的时候你的心傲慢你们恭敬心不如从前对，这个他就明白了，所以供养的钱这个福不在乎量多少，在乎心，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供养，一分钱的功德都是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能够轻慢穷人往往穷人呢，他供养东西一点点，他的心真诚，他的福很大很大这个富贵人来供养的时候他有富贵的那种习气傲慢的习气，供养的很多，自己以为了不起要受这个寺院的一切恭敬礼遇接待，他的福在这里就折掉了，所以得福不多穷人的时候
他来布施供养，这寺院里面上上下下也没瞧得起他，也没有对他什么礼遇，他的福报是完完整整保存在那里啊，所以叫阴德了啊。阴德诸位都知道，天报之后啊，啊，这是讲上天的时候对他有很厚的报，报这个报答了啊。这个骄慢啊，需要排场，需要别人恭敬，这个福当时就报掉了，余下来的就不多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是天道地却很公平，绝对不是说我们穷人啊，我们地位很低的人就不能种福了啊。往往咱没有想到这些人是真正种的福了，而且种大福啊，反而大富大贵的人种福难啊，那就是他的习气很重啊，自以为是啊，轻慢别人啊。实在讲，他们想种福的时候是更容易，就是不会呀啊，是决定这生，是吧？所以这决定这生啊，对于贫穷下贱的是决定增长。这个决定的意思很宽很广啊，说之不尽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命就是自己行业，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是这个来决定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这一桩事，这个道理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儒家虽然讲啊，儒家一般都是讲纲领，讲原则啊，佛跟道说得非常微细啊。所以印光大师把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这三种东西祖师当年在世的时候一生极力提倡，大量的翻印流通，凡是跟他学习的，他都嘱咐啊，这三部书是修学的基础。啊，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没有不读这三本书的。啊，他尤其赞叹《安思全书》。啊，《安思全书》对于因果报应的离跟四讲得非常透彻，非常详尽，而且文字好啊，可以把它当作古文来读啊。他说这个感应篇汇编跟这个历史感应同集啊，那还算是第二啊，在文字上比不上安思全书。我对于这桩事情的认知是1977年啊，也在这个地方啊，在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我在那里住了2个月讲楞严经
啊，中华佛教图书馆里面收藏红化社的书很多，我特别留意。这是因为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啊，印祖的皈依弟子啊，所以我学佛呢对印祖的东西读得很多，印象非常深刻啊，看到红化社有那么多的书啊，我就很仔细的来看，发现这三种书：祖师当年在世，我概略的估计，他印的数量啊，超过300万本，使我非常惊讶。啊，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大的这个数量在流通？啊，这从前我们知道这个好，但是没有这样重视过。啊，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啊，我就把这三样书啊印了50000册，而且在台湾过处啊，我来开讲。我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这三种东西就劫难了。现在人为什么敢造业？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所以我们看到真可怜呐！啊，他真有福报，他命头不是是好的，但是他起心动念错了。啊，他所作所为做错了，把他命里本有的那个福报啊，大大的打了折扣。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啊，还自己以为聪明，哎呀我占了便宜了，尤其是哎呀我在佛门当中占了便宜了，悲哀啊。啊，我们学佛的人明白啊，这个往年老师时时刻刻叮咛着提醒着啊，这个公共机构里面的财务要爱惜，不能够损害，更不能占有啊，因为什么呢？这是这幅最大的啊，试想想我们这个前生修的有多大的福报啊，经不起折扣啊，啊几番折扣之后就完了，如果折尽了就死路一条啊，啊这是中国古人讲的乐尽人亡，你的寿命还有啊，比如说你有100岁的寿命，当然你有100岁的这个禄啊，禄就是你的生活啊，生活的供养啊，你能够活到100岁啊，但你100岁的寿命呢，你的福报啊50岁就享完了啊，怎么想完的呢？打折扣扣掉了，50岁就完了。那么换一句话，到50岁，你已经没有路了，那还是要死，虽有寿命也没办法。啊，现在人讲啊，你的配额通通用尽了，啊，你糟蹋掉了。佛菩萨啊，念孔老夫子，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要惜福啊，要知道培福，要知道惜福，那你的
福报就是决定增长，你享受不尽啊。所以这个决定的意思很广很深啊，我们要通达。决定就是在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啊，决定我们自己啊，富贵穷途第七个字，第七句呢，或名往。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地方确实是表这个意思。我们的无明妄想像网一样啊，无量无边了，密密麻麻了。我们分别执着，只讲造业。业网啊，祸是网啊，业也是网啊。它造成的结果，苦报啊，苦报无穷啊。三界六道啊，也交织成了一个网。祸业苦啊，三重网。我们怎样能够突破？啊，中国古人只讲个天网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呢，这个天网是有三重啊，这个三重是大分的，细分的，细分是无量无边的从哪里来的呢？无疑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本来没有啊。啊，那么变现出来了，你就得要收。啊，你决定出不去。啊，佛法里头，实在讲，为什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这不是无故无缘无故啊！啊，阿弥陀佛所开的这个法门呢，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天网啊！啊，就靠弥陀宏愿的加持。临终戒引呐，我们才能超越。
啊，这个王是重重无尽。啊，要是从我们六道里头从比喻来讲，每一道就是一重网。啊，那么天，天道，天有二十八层，那就是二十八重网。啊，除了天道，到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四圣法界也是四重网，重重都突破啊，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你就得大自在了啊！那个叫一真法界了，一切罗网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网也是近代科学家所说的空间为次啊，不同空间为次啊。科学家说的也很好啊，这个不同空间为次，在理论上讲呢，是没有数量的啊，无数的。这个话说的非常合乎经论所说的啊，经论讲的这个法界是没有边际的，没有数量的啊！跟你讲十法界，那是大分啊，细说无量无边的 啊，很难得，近代的科学家啊，他们发现了。说宇宙之间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啊，但是怎么样突破这个空间维次，现在还没有方法。他们在研究用什么？用光速啊，超光速就能够突破啊，但是这个突破还是很有限。啊，那么佛法用什么突破呢？佛法用禅定。定功越深，你突破的维次越大。啊，科学家不知道用禅定的方法。他用加速度，这个速度加到究竟之处，跟那个尽是一，叫动尽一如，动尽不二啊！啊，这个很有味道啊！这不但是很深奥的哲学，也是很深奥的科学。啊，唯有化身菩萨的境界，才真正能够其如啊，动静不二啊。十法界里头没有啊，啊，到一真法界才有啊，才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那换句话说，这个网就突破了。啊，虽然突破，并非究竟。啊，为什么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突破十法界，这就是到了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菩萨还有四十二个阶级，那每一个阶级也是一个网啊。
啊，这四十二个阶级就是十住菩萨、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十地菩萨等觉、妙觉。啊，这就是说，粗的这个网突破了，微细的网啊还有。啊，道一真法界还要认真修行。啊，不断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境界提升就是智慧提升，福德提升，到如来果地上才称之为二足尊呢、二足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这两种达到究竟圆满。啊，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绝对不是，是空谈。啊，提升一个层次，真的，你的智慧呀、福报啊，决定你现前。啊，可是你自己要明了，要有警觉，为什么呢？这才是一点点。不能够只在这个地方，只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能进步了。啊，尤其是你没有能够突破十法界，啊，或者我们再降低一点，你还没有能突破六道轮回，那你就止住了。这个身体是有寿命的，寿命到了。世间人讲你要死啊，死了之后啊，你还是在六道轮回，你还是出不了六道啊，所以这不能解决问题啊。那怎么样呢？福报现前了，决定不享受，福报给别人享好啊。做好事，做善事，要有智慧。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同学，看他是做善事，但是人家并不如法，于是他就不做了，这错了。啊，比如说救灾啊，当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到现场啊，有很多救灾成立救灾的单位啊，像红十字会这类慈善机构，我们把钱捐给他。但听说呢，他们心行不善，我们捐的钱很多，实际上到灾区的钱很少，大概这钱都被他们吞没掉了。哦，我们听到很生气啊，从此以后不做了，这个错了。这个呢，把你自己的福报啊、因缘障碍住了，啊，就是你修复的机会障碍住了。经上说得好，从前老师也常常教导我。修福的人得福报啊，他在当中那一些经办人员在当中啊，贪图利益，那是他有罪报。我不能拿钱叫他们去做罪呀，我发心捐钱不是害他的啊，那是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决定的，所以决定不能够有障碍。
哎，就是说他贪他的，我还是全心全力做我的。个人果报不一样啊，个人因果，个人负责。如果我看到他们做得不入法，我就不做了，我修复的机会被他断掉了。那这个什么有智慧啊？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得好啊，“法义圆成呢，圆满功德了。”我的意思很圆满呐，我的意思很真诚呐。别人怎么做法的时候，那我们至少要像坛禅法师这一种心态，处之坦然。坛禅法师对于这个各个地方做善事那个捐款是非常慷慨的。数量都非常大的，他捐出去交代一句话：“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他以后这个念头都没有。你看他那个福报不得了啊！他修集的是功德了，他清净。布施出去之后，供养出去之后，决定不过问。为什么呢？那个以后因果是他的责任。我们捐钱并没有想害他，是他自己愿意堕地狱，那没话说了。这些道理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够抓住修集功德、修集福德的机缘。这个决定不能放弃，我们做的心安理得了。特别是现代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干涉谁，我们只管做好事，肯定有好果报啊！不要操这些心呐，我们的智慧不断增长啊。对于自己念佛往生真有把握。现在时间到了。